你好，我是你好啊。为什么要戴着手套？就是我从小开小提琴演奏会的习惯。不到十分钟，王力宏把握时间再把舞步练习一次，马上就要正式登场，和所有西安的歌迷朋友们见面喽。我的台上见妞西面猫面男。王力宏又再一次成功的带给大家最多的感动，下了台的他还依旧超级兴奋的。对啊，这样也蛮感动。对啊，感谢在场外等候的歌迷朋友们，王力宏特别请师傅放慢车子的速度。最重要，最重要就是观众非常嗨。不晓得谁跟我说西安的观众比较冷静。是，这个我要转过来讲一下。这个是，这个我就必须说了，怎么会骗我们说西安的观众会很冷静呢？他们谁骗的？对，罚钱是不是？罚站，一点都不冷静，他们超嗨的，好不好？超嗨啊！如果我是歌手的话，我觉得最开心、最开心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当你说大家跟我一起唱，麦克风堵出去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唱得非常好，那个时候是最感动的时候。对他们今天真的嗓门很大，我有几下是听不到自己在唱歌，可是我知道不是因为我们的音响做得不好，是因为他们真的很大声，对。